个好像那个什么，好像什么虫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炮，这次要为大家带 Timo 的视频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像配猪女还是用那个什么斯温，对，比较好。斯温就很好解任务。好像是要靠星光。还是说那些密码设计其实都可以拿来点珠宝？啊？哎，对。其实我可以带这个哎，史提克冲击，这样也可以打得住吧？感觉斯瓦尼还是配那个，可以偷牌好像蛮不错，因为本来就是也要打了嘛，对不对？顺便解猪女任务。哎，养大给对面偷，真的假的？看，别这样啊！对吼。我怎么都没想到、啊，养大给对面偷，好啊，一折哎。对，我都没想到，等一下被对面偷去耶。看，没有，哎、欸，要自己抽起来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啊。我等一下摸到他的主宝。偷不到猪女啊，只能偷非英雄、欸。靠！如果连英雄都可以偷，那不是无敌啦？变妖魔鬼怪啊！啊？他一直自己送？啊？我本想说要去夹哎、欸，又不用啊，养一下。啊！我这样还要再变对手的、哦，偷我的牌不要、啊。最近很多人摆这机器人，这机器人到底有什么魔力啊？嘿嘿，没打主吧？哇操！他这样直接解三个任务、哦。真的假的？他这样算直接解三个任务吗？为什么有乱子啊？这机器人到底来干嘛的、啊？感觉好恐怖哦！五哥是谁啊？真的假的？这么狂哦！我刚刚是不是刚刚塞比较重比较好？抽牌，等下是要逼他抽啊，现在还不行。好浪费，有四个水晶呢、欸，会不会变大只？真的假的？那我们捏他那个珠宝解个任务好了。我们这回解了没啊？我忘记有没有解了，好像还没，对不对？
还没主包几个任务。我觉得要40的捏一下主包。27没有很大、啊。卡马拉克斯，卡马拉克斯现在不行吗？解个任务啊、哦，不要多有得罪，快请进来。解任务是吧？叫你解，叫你解。他说要采香菇自杀，我才5颗而已。什么才5颗啊？你知道吗？我想下抽牌。靠药，他点我珠宝这么小啊！很小啊，想抽我牌，他这不可以打珠宝，我要现在塞吗？不用吧，我觉得他这样是不是 GG 啊？结果我们 Timo 是骗人的、啊，Timo 骗人的，根本都没在中啊！这怎么赢的、啊？好像掉了，刚500多吧。哎、欸、，Easy 卡玛 ，Easy 卡玛，他又抽到 Easy 卡玛，我是不是克他？抓不到题吗？小燕燕燕。这个 ID 让我想到，之前玩那个洛汉，然后对面有个超级大台战，叫做帅哥燕燕，超级台，直接被他凶爆了。哇操，6D 耶！干，不用这样吧？看，高规格待遇。哥哥适应就好了，等下就打爆你，等一下，笑你调皮。哎，这个如果对方放技能啊，然后。我在瞬间放这个污水坑地图，是不是可以闪招啊？可以吗？这样可以闪招吗？像飞丝一样，好像不行。呵好像不行，不好意思，我在做梦。
类似不一样啊。2468，带到你了，抵制。哎，没有，那手上还有一折，手上还有一折才敢这样搞。你逮不到我喽！看我这牌，是不是怪怪的？是不是哪里怪怪？我靠！卡马这张下、喔，这牌是在远征吗？不是，这是在打大师场啊！一堆香菇，可是我 Teemo 欸，我怎么好像很久没有看到我 Teemo 啊？谁可以告诉我一下 Teemo 去哪了？哇靠，这个人！再抽一张，哎、欸，哇！可是我觉得等一下被请吃那个召回，你知道吗？先塞两只让他进化。啊，算了，我也不一定撞得到。算了，等一下吧。我可不可以有抵制啊？这个好像那个什么，好像什么虫啊？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你们认识吗？那个好像你们有看出来吗？好像那个虫，然后直接塞了，冲一波。那一定有招的，我哇哇哇哇，开吃开吃！谁说连赢两场？看到没有？OK， 这集就到这边，希望这一集的讲解会对你们有帮助。喜欢我的朋友，不妨帮我点个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最新的通知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阿炮，我们下集再见。